扉页上有一行我看不清的名字，出现在我书里的反派角色。花朵燃尽的时间是一分钟。我拿着那束他在37页里写到的花。此刻我和云朵的距离是13000米。我不记得我和云朵的距离。现在我在你面前。我在书中的描绘此刻如此具象，是你。我在那一夜里不断想象，只是为了突破这一夜的距离。